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人物呢，是在《天地劫神魔至尊传》当中有出现过人物剑圣，然后在《天外剑圣录》中，也有提到这一位角色，那也是剑圣。那在《天外剑圣录》的时候，主角群有一位就叫燕明龙。那燕明龙跟剑圣就是有一些关系，然后在《神魔至尊传》跟《环世血》当中，就是有补充到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。大家应该现在玩家应该不知道《天外剑圣录》这款游戏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他们提到燕明龙跟剑圣这两位是在《天外剑圣录》当中这样子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之前在这张图啊，就是大师有在之前的影片，我跟大家说，就是出现这个燕明龙。应该就是指剑圣会出来的啦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会认为出现燕明龙是剑圣？因为你有看过《天外剑圣录》的人，或是玩过《神魔至尊传》《环生劫》的观众朋友们，一定知道出现燕明龙代表就是应该就是指剑圣会出来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下界前日，他曾问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？这个地方这句话一定是手游加的啦。那在《神魔至尊传》当中呢，他并没有，我记得没有这样子问过紫风啦。好，然后这个上面写一个小船，御衣女子在其中，是个燕明龙。结合下界关键词，聪明的少侠应该猜出他的身份，对，就是剑圣，没有猜错。OK， 这暗示很明显啦。好，那这边也要讲的是五音众的故事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手游是怎么介绍的。这边写说剑圣本来是天上的武曲星啊，因为替被贬下凡的王母侍女辩护，受到千年一同遭贬。不对哦，这句话是不是讲错了？是反过来的吧？是紫风帮剑圣辩护吧？我记得是这样啊，我等一下翻我以前的影片，我先翻好了。好，这边紫龙写错了吧？替被贬下凡的王母侍女辩护，就是指紫风嘛。然后因为受到牵连，所以五音众也被招贬去看守九夷天尊之剑。然后后面是阻止蚩尤，这一段是讲《神魔至尊传》的故事啊。然后呢，来，这是我当初录的影片，我还没有上传，直播的时候有直播过哦。啊，你看哦，当初他就是阻止紫风。因为在王母娘娘面前替我辩护，才一起被贬下凡尘。也就是说，五音众其实对紫风蛮抱歉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？因为他帮被贬下凡的王母侍女辩护，反过来了啊。紫风帮剑圣辩护，然后被无端牵连。然后这边是剑圣帮紫风辩护，无端牵连。好了，算了啦，不是这个，你不要写错嘛，你写错就尴尬啦，那被我发现，应该蛮多玩家发现的吧？好了，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啦，好歹你要改一下，可能明后天可能会改啦，看他会不会改。好，然后御剑之术出神入化，然后等等等等，然后因此被成为剑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GIF 图，这是个剑魂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它没有分剑魂雄还是剑魂雌啊。不过光属性的，然后是御风，希望这把剑很强。好，再来，然后前尘往事，那这在天庭他被卷入两派斗争，被扣上了莫须有之罪。紫风仙子曾为他出头申辩，说他为人周正，断不会犯下这种错误。这个应该都是，应该也是加的啦。对，应该也是加的。紫风曾为他辩护，这边就是对的，可是这边是讲错的，是他是不是就是打反的啊？应该官方打反的吧？这边是讲对的啊。如果是讲同一件事情的话，好啦，这我很确定，这个是讲这个是手游加的，因为《神魔至尊传》并没有这样子问。对啊，紫风仙子曾为他出手辩护，这是对的，都是对照《神魔至尊传》的剧情，是对的。但是这边打错，
他是五音众帮子峰辩护嘛，因为替被贬下反问王母侍女辩护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打反的、啊。好，那看这个动画哦，剑是不是有点大只啊？啊，不过还可以接受啦，啊，真的帅。好，那夜明龙哦，与胡宇同行哈、哦。夜明龙在神魔至尊传当中，就是最后的时候是跟着剑圣去一同，就是共游天下奇景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就这一段，就是夜明龙，拒绝了凤寒月在盘天岭常住之请，然后制作主张跟剑圣五音众同行这样子，然后剑圣虽然问他的精灵古怪，哭笑不得，却也乐于这个与他共有天下奇观盛景这样子哈。好，所以就是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他们关系就是这样，在天外有再讲到多一点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对天外剑圣都不熟悉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啊。那今天的人物情报就到这边啦、啊。那明天应该就介绍剑圣五音众的技能咯，蛮期待的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也记得按一下你的订阅按钮哦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